주당 대신 비름 자드 소르 점든 딩군 본자 호랑양 랍샹 자르 강거루 두드미 점든이 더 남다랍세 진이 동근 접신 습신이 기대 그럴옴 자나 강다와 제비 전을 마르고 문정을 등으로 기서르비 인도 소강라고 치우다 제야라고 주지야던서 두드러지 루두 비 나와 기타 소로 各位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介绍一些佛教的基本的知识。昨天我们讲了为什么要学佛。 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讲怎么样学佛，也就是说昨天我们讲的题目就是为何要学佛，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如何学佛，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就信佛的人。 是很多，信佛的人就是非常多，而且一年比一年多，但是真正了解这个佛法的人，或者是真正懂得怎么样学佛的人，就是并不是很多，很多人对佛。 有信心，很虔诚的，但是也很迷茫，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不知道怎么样学佛，这是一个对我们一个学佛的人来说，这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学佛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学佛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努力也好，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这个学佛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学佛，佛教是什么？佛教我们昨天也讲了。 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文化。那佛教我们佛教徒也要如理如法的学佛。佛学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这样子的文化，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呢，也要如理如法的学，比如说。 有些学佛的人，自称是学佛的，但是呢，不懂得这个佛的教义，然后经常讲一些神通，比如说就梦里面见到了阿弥陀佛呀、释迦牟尼佛呀等等等等，什么时候就是空中出现了什么奇迹、彩虹啊、云啊等等等等。 经常就是讲这些，神神道道的，就是讲这些神神秘秘的东西。其实佛法它一点也不神秘，它不一点也不神秘。佛教里面讲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所有的这个修行的过程，都是人的这个体会，人的经验，并不是讲。 并不是讲神仙的境界，
就是讲一些人的这个经验啊，一个我们普通的人啊，从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怎么样去啊建立啊，怎么样去建立啊这个人生观啊、价值观啊、世界观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修行啊，最终会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啊？这整个这个过程啊。就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啊，我们一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啊经验，人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经验啊，它并不是讲神仙的境界，所以啊，这里面没有什么这个神秘的。佛教啊，不追求神通，佛教不追求神通，佛教也不追求。啊，其他的什么，就是追求什么呢？我们昨天讲的啊，我们追求什么？我们追求心福。每一个人啊都有资格啊去追求自己的心福啊，每一个人也有啊权利追求自己的自由啊心福。那这个自由心福的定义是什么？定义是什么？我们昨天也讲了，全世界啊，很多心理学家啊，很多这个经济学家啊等等哲学家啊对这个幸福啊，就是下了很大的定义，很多很多的这个定义，但是佛教认为啊，幸福是什么呢？幸福是什么？我们昨天也讲了，这个不需要再重复。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幸福的来源是什么？啊，幸福的来源不一定啊，不一定是物质，物质生活啊，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是名，不一定是利啊，是什么？幸福的来源啊，就是这个满足感啊，幸福的来源就是满足。只要人满足了啊，就会有幸福啊。如果那人没有满足啊，那再有钱啊，再有名啊，再有地位，人总是不会幸福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从乡下啊搬到这个城市里面啊。那我们住进了这个城市的这个公寓啊，住在这个公寓比较好一点的这个房子啊，刚刚从乡下啊，就是搬到这个公寓住宅的时候呢啊，我们很满足啊，觉得这个房子很不错啊，就跟我乡下原来乡下的房子跟这个比较的话啊，这就是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我觉得很啊很幸福啊，很快乐。但是呢啊，就过了半年一年两年啊以后呢啊，这种幸福感啊，这种满足感啊，逐渐的就会消失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啊当初的这个幸福感，没有这种满足感，慢慢的会这个啊会消失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了另外一种这个欲望啊，这欲望是什么呢？希望拥有更好的啊房子，希望拥有更好的房子，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房子尤其努力拼命的去挣钱啊，好不容易挣到钱以后，又去买一个别墅。那刚刚从城市这个公寓的这个楼房啊搬到这个别墅的时候呢，就是以前我们从乡下搬到这个公寓楼的时候的感觉一样啊，那个时候就是头一两年或者是头几个月啊，觉得这个房子非常好啊，就住在这个房间这个房子里面，就住在这个别墅里面啊，觉得很舒服，就是有这种舒服感幸福感，有很满足感，但是呢就在这个房间里啊，就
一年、两年以后呢，这种满足感又会慢慢的就啊消失了，以后就慢慢的会消失啊。当初的这种幸福感啊，这个时候呢啊，我们不会找不回来，这个时候找不回来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啊，从这个别墅里面如果再搬回原来的这个公寓楼的话，啊，这个时候就有痛苦了，啊，有痛苦了。这个时候就是啊，那原来我从乡下搬到这个公寓楼的时候，啊，觉得很好啊，觉得很快乐，会觉得很幸福，但是我现在从这个别墅搬回去的时候呢，不是这种感觉了。就是很痛苦，那从乡下啊搬到这个公寓楼，然后从公寓楼再搬到这个别墅，啊，这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觉得啊舒服啊，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是啊不舒服，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这样子，像车也是这样子。那我们先买一个啊很普通的车啊，开起来觉得很好啊，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满足感慢慢的消失，重新出现了一种欲望啊，我去买一个更好的车啊，去挣钱，拼命的去挣钱，去买了啊，买到了车，买了啊，买到了以后呢，头一两年啊是一样的，觉得很好这个车啊，然后慢慢这种幸福感啊，又就不存在，慢慢的消失。一直我们就是一个人生，就是这么一个短暂的这个人生当中啊，就是无限膨胀的这种欲望啊，无限的膨胀的这种欲望，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这样子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找不到这种幸福感啊，人就是没有幸福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满足感。所以就是啊，没有幸福感，所以我们呢、啊，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幸福完全依赖这个外面的这个物质生活的话啊，那永远不会幸福的，永远都是不会幸福的。这个我们昨天也讲了啊，美国有一位教授。他花了6年的时间啊，就是写了一本书啊，专门去研究幸福，专门去研究幸福。这个书的名字叫做啊《幸福的历史》，书的名字就是题目就是《幸福的历史》。他花了6年的时间去研究幸福，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啊，幸福。所谓的幸福也许永远都存在啊人们的向往当中，并不存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是他的结论，花了6年的时间去研究。其实释迦牟尼佛很早啊，早在2500年前就说了，我们的幸福全靠物质生活啊，全靠外缘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定会失败的，永远都会找不到这个幸福，当然啊，我们不是说啊不需要这个物质生活，那物质生活当然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很重要，但是呢因为物质生活很丰富了以后，是不是一切所有问题都解决？它不是这样子啊，这一点我们要这个搞清楚，那我们物质生活啊，只能暂时满足啊，只能给我们带来暂时的、短暂的这个幸福的话，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追求幸福的方法呢？有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往里去找、寻找这个幸福，西方的有些学者早在300-400年前就是说，我们如果往里去找幸福的话啊，往里边去找幸福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啊，绝不可能的。往里面去找幸福是，就是实际上就是没有幸福，不可能找到幸福的地方去找幸福。
但是这种想法错了啊！现在啊，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啊，就是察觉到了啊，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嗯，人的这个幸福啊，原来不是这样子啊。物质生活能够解决一部分的问题，能够带来一部分的这个幸福，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啊，就是精神上的问题，这个要通过修心啊，通过修心才能够这个解决啊，这样子。那通过修心我们怎么样去修呢？啊，怎么样去修呢？我们也要找一个啊，要找一个正确的修法，正确的方法啊，正确的方法。通过这种正确的方法啊去修心，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啊。那这个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佛学，这个昨天我们讲，佛学一定啊给我们带来啊，对全人类一定会带来幸福、新的希望、平等、宽容啊。因为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啊，它的中心的思想是什么？中心的思想就是慈悲啊，也就是我们世俗人的这个语言来讲，就是爱心啊，爱心加智慧，这个就是佛教的核心的这个思想啊，核心的思想。那只要有爱的这个啊民族啊，有爱的家庭，有爱的国家，有爱的这个啊团体，一定会幸福的，一定会是幸福的啊。没有爱的个人，没有爱的家庭啊，没有爱的这个民族，没有爱的国家，一定不会幸福的啊，不会有啊，不会和谐的啊，不会平等的。所以我们需要爱啊，需要有爱，爱就是人类共通的财富。那么这个爱的啊来源是什么？来源是什么呢？啊，本身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爱心，每个人都有爱心，但是这个爱心啊是有限的，是很有限的。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大乘佛法的这种方法，爱心是可以培养的，爱心是可以培养。这种培养的方法叫什么呢？这个方法叫做修法啊，这叫做修法啊。我们用我们佛教的语言来说，这叫做修法。实际上啊，就是一种培养爱心的一种方法，一种方法，这叫做修法。那我们学习的时候，学佛的时候，怎么样学佛呢？啊，怎么样学佛？我们怎么样去寻找啊这个幸福啊，这个绝对的幸福，或者是绝对的自由？怎么样去寻找呢？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幸福啊，所以我们呢要学佛。所以学佛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有关系的啊，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啊？我们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为了幸福，为了幸福啊。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啊，就是考虑自己的幸福啊，再考虑家人的幸福，一家人的幸福，再考虑亲戚朋友的幸福。大乘佛法呢啊，这个范围啊在扩大啊，全人类全生命啊，啊，这个是可以培养的，这是可以培养的啊，这是我们啊学佛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怎么样学佛呢？啊，首先我们要这个注意的是什么？佛学也好啊，学佛也好啊，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次。比如说我们刚刚入门的一个凡夫人啊，一个普通的人，然后就是进入佛门，开始修心啊，证悟，最后就是啊成佛。在这个之间呢，
这是有一个很长的啊，是一个很长的节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有次第的啊。那我们学佛一定要按照这个次第去学啊，要不然的话就会出问题啊。有些学佛的人经验自己啊的啊总结自己的经验，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啊？一念学佛，佛在心中啊；三念学佛，佛在天边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第一年学佛的时候呢，对佛很虔诚啊，很有希望啊。然后第二年、第三年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就走下坡路啊。没有什么突破啊，没有进展啊。到了第三念的时候呢，佛知道这个佛跟我们就有很长的距离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学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啊，这个靠近佛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不是佛法的问题啊？它不是佛法的问题，那这个是不是这人的根基的问题呢？也不一定是人的根基的问题。那是什么？这个错在哪里？就是我们没有按照这个次第啊，没有按照这个次第，这次第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学啊，脚踏实地啊。我们学佛就是要这样子啊，不能去讲神通，不能去讲鬼神等等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啊，经常去讲这些神神道道的，这是不对的啊。佛学本来就是一个很科学的这个啊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宗教啊，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也要脚踏实地，点点滴滴的去做啊。比如说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先学小学毕业以后去中学毕业再去啊大学研究生博士啊。如果小学连小学都还没有毕业的人去读博士生啊，有没有这个可能？这个有没有这个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呢、啊、比如说有些大乘佛教里面的，比如说汉传佛教的禅宗啊藏传佛教的大圆满呢、大收益呢，听起来啊、这个很好听啊，说的是比如说禅宗里面呢，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就顿悟了，顿悟了啊，就是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啊，明心见性啊，这就是让人很羡慕了，很向往了啊。然后就是那藏传佛教的这个大圆满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啊，就是类似的公案啊，说的是如果修心修得好的话，六个月就可以成佛了啊，等等，说得非常好啊。有很多人就是根本就不想修其他的法啊，就是我一定要去修最高的法啊，就不要把其他的这些基础的这些修法我们都忽略了啊，去修最高的法。但是呢啊，越修越不行，越修越不行，最后就是啊，三年学佛，佛在天边。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次序就不能乱。禅宗非常好的法门啊，非常好的法门。密法里面的大圆满大收音非常好的法门啊，但是呢他们都是有条件的啊。条件是什么？就是需要有基础。根本没有基础的人去修能不能修呢啊？除非是像刘祖慧能大师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这个根基非常非常成熟的人，否则的话一定会失败的，一定会失败的啊。所以这个次第不能乱啊。我们居士当中啊，就是这种问题就是比较普遍，比较普遍啊。什么问题呢？啊，就是不想去修啊，这个出离心啊、菩提心啊。啊，不想去修这些法啊，大家都觉得出离心、菩提心就是很基础的、很浅的啊，根本就不值得修啊，
甚至有些人觉得我这种根基啊，这根本不是修出离心菩提心的根基，已经是我这个根基已经是很成熟的根基，我应该去修大圆满了啊，大圆满才合适我的根基，出离心菩提心啊不合适，错了，这个就是错误了，嗯，这是错误的啊。什么叫做根基呢？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讲啊，根基。这个根基啊是什么？上等根基、中等根基、下等根基，什么叫做根基？嗯，根基就是说，有些人呢，啊，的确是前世的因缘啊，前世的因缘，剩下来的时候，就是懂事的时候，就是也就是说，自从五六岁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心地非常的善良，啊，就是有先天的这个出离心。先天的菩提心，啊，有这样子的人，不啊，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人，嗯，啊，这个人叫做根基成熟啊。他为什么根基成熟呢？他不是无因无缘，啊，他是堕世累劫当中修来的啊，上一世再上一世，啊，学佛学了很长时间啊，那他在这一生当中啊，也有。这个浓厚的这种啊，这个习气，嗯，那这种人有可能啊，这种人是有可能，如果不修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的话，因为他已经具备了出离心菩提心啊，在这一生当中呢，可以啊稍稍修一修，就可以自然就有了出离心，自然就有菩提心了啊，不需要像其他人这样子。啊，下功夫啊，这种人是有啊，这个人我们不能排除，嗯，但是这种人啊有多少呢？啊，这种人非常非常少，嗯，这种人非常少，嗯，我们不能自以为啊我是这种人，根本不是了，我们都这种人是很少的，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从释迦牟尼佛成佛到现在2500多年啊，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嗯，根基非常成熟的人啊，他们先成就了，他们先成就，他们不会今天还在这个地方，他们已经成就了啊。越是根基不成熟的人啊，像我们这样，越是根基不成熟的人，是越在后面。我们从佛教，从释迦牟尼佛的教来说，我们啊。就是可以说是落后分子，嗯，落后分子，为什么呢？嗯，释迦牟尼佛出生啊，转法轮就这么长时间，2500多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去干什么去了？啊，为什么还在轮回呢？为什么还没有成就？为什么今天还有贪嗔痴傲慢啊？所有不能有的东西都有啊，该有的出离心、菩提心、空心一个都没有。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嗯，这个就是说啊，像一些东西过滤器过滤的时候呢，水会先下去的啊，渣子会留在后面的啊。从佛教的，从学佛的角度来说啊，就是我们就是有点点啊落后了。当然，我们不能说啊，不能说我们是渣子，那不能这样子说，这样子也许就。受我的自尊心也许会受到一些伤害，不能这样子说，的确是落后分子啊，这个是佛说的，但是也没关系啊，我们现在可以学啊，现在可以学，现在可以学啊，也来得及，嗯，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啊，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为什么要说我们是落后分子呢？啊，这就是让大家明白。啊，我们一定要修，要规规矩矩的、乖乖的，按照佛的这个要求去修，啊，这个次第去修，先修出离心，再修菩提心，再修空心，啊，这样子我们才会成功，嗯，才会这样子才成功啊。我想我们普通人当中啊，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的人，嗯，几乎是没有的。这种人不会现在还在这个轮回当中，这种人已经啊，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啊。他们今天
不是佛也是菩萨了，已经是一地以上的菩萨了。他们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子，佛教在这个人世间已经存在啊，已经有啊25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就是这样子，我们还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这就是充分说明我们的根基是非常低劣下等的啊。那我们下等根基，去做下等根基，去修下等根基的法啊。我们下等根基去修上等根基的法是不适合的，啊，不适合的。所以啊，我们以后啊，凡是想学佛的人，凡是想修行的人，就是要从出离心入手啊。这就是我们的入口，出离心就是我们的入口啊。出离心，然后就是菩提心啊，再上面就是空心啊，这样子一步一步修是非常重要啊。这个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呢，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啊，密法密宗里面的有些修法是快捷的是快速的这个成就的法然后就是像禅宗像禅宗里面也没有也没有讲外加性啊、内加性呢也没有讲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都没有讲。但是过去的这些从这个大目诸师到六祖慧能之间的这么多的人就是这么快速的成就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所以我们也就是想模仿这些根基非常成熟的人，我们也不想去修这些很复杂很枯燥的这些修法就一下子就去想去修这个空心修大圆满修大手印，修这个禅宗这样子，这样很多是这样子。但这个是不对的我们最后当然最后我们要修禅宗、大手印、大圆满都可以修。最后的问题呢，就是只有这些高深深奥的法门才能够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子，现在就是要从出离心一步一步的修，这个非常重要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要记住这个问题，这是非常重要了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说我不需要菩提心我不需要出离心。我想我们在座的也好一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佛教徒小佛教徒当中我想没有一个人是超越释迦牟尼佛、超过释迦牟尼佛的人那释迦牟尼佛都是点点滴滴的去修去积累资粮去从出离心到菩提心一直这样子去修那释迦牟尼佛都要这样子修的话，那我们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的修行的这个次第一定要注意也就是说，希望所有的学佛的人我们要脚踏实地修出离心修出离心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时间、人生的这个真相是什么我们昨天也讲了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凡夫俗子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对这个人生、对这个生活、对这个世界就是有充满了希望有过高的期望但是呢，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子，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所以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绝望就是走到这个绝望的路，不能这样子
还没有啊，我们还没有碰到这样子的问题之前啊，我们要知道人生是什么样子啊，这个世界它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时候就是出离心啊就出来了。出离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过高的啊，过高的去，过度的去啊贪啊，这个贪于这个世界啊，适当的可以就降低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有啊修心的时间，修心的机会，然后去修菩提心啊，再去修这个空心，这样子的话，这个修行呢，这样子去修的话，我们一定会啊成功的。嗯，什么叫做成功呢？我们可以保证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从出离心、菩提心、最后空心这样子修的话，这个人这一生当中一定会开悟的，一定会成啊证悟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呢，证悟了以后呢，是不是成佛了呢？啊，证悟啊，我们禅宗里面讲的这个顿悟啊，恍然大悟啊，这顿悟是不是成佛呢？啊，还不是。嗯，这个开悟证悟跟这个成佛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啊，还有很长的距离啊。啊，证悟了以后呢，还要修。还是要修啊，但是这个证悟是可以证悟的啊，不是很难，只要我们这个程序啊没有错乱啊，按照这个次第去修的话，那一定会这个证悟了。嗯，那证悟了以后是什么概念啊？自从证悟了啊，那从此以后呢，我们不会再啊轮回很长时间啊，从此以后我们呢，从这个轮回当中就是往回走。嗯，往回走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我们目前啊就是往前走啊，一直走在流转这个轮回当中。嗯，证悟了以后，从证悟的这个瞬间就是往回走，往回走就是走向解脱啊，走向解脱，从此以后就是走向解脱啊。啊，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嗯，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例子。嗯，像米拉日巴，他自己否定啊，他自己是佛的化身啊。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啊，我想你们都应该知道啊。有一次啊，有米拉日巴的很多弟子啊说米拉日巴啊他们说上师啊，你肯定是啊佛的化身啊，或者是啊金刚兽的化身，嗯，否则你怎么可能啊一生当中有这么大的成就呢？你肯定是佛菩萨的化身啊。米拉日巴立即回答他说啊，你们这种说法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高这个这个评价，很高的评价，但是呢，你们这种说法是谤法啊，是在毁谤佛法啊。为什么呢？他说，我不是佛的化身，嗯，既不是佛的化身，又不是菩萨的化身，我就是一个这么普通的人，而且罪业深重的人啊，一个罪业深重的人，通过佛这个佛的啊，这种方法去修，我自己去努力了啊，最后我成功了。嗯，我不是啊，我不是这个佛的化身，我不是什么，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嗯，但是呢，啊，我走的路没有错。嗯，在这个正确的这个路上啊，我很用功了，最后我就成佛了啊。啊，佛法本身就是有这种啊力量啊，有这种力量。就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证悟的机会，我们每一个都有证悟的机会，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一定会做得到啊。如果我们自己不修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如果修行的话，一定会能够证悟的。嗯，
这一点是很重要了啊。那学佛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学佛呢？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啊，怎么样学佛呢？首先我们要确定人生的这个三个目标人生的三个目标，或者是说要确定学佛的三个目标学佛就是有三个目标，有三种不同的目标这三种不同的目标我们先确定为什么要确定呢我们要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什么人我是干什么的日常生活工作我们这些不说了，在学佛的道路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我是干什么，我是做什么，我的地位是什么我的位置是什么，要给自己定位要给自己确定这个位置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学佛的人就有三种一个是什么，一个昨天我们讲一个是第一个叫做人天秤人天秤是修时间法，修时间法平时我们念经或者是烧香拜佛到寺庙里面去拜佛烧香，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我的这一世当中，为了我的健康为了我的长寿工作顺利或者是我家里的人父母儿女等等就是为了他们的健康为了他们的幸福为了他们的这个健康长寿我去做善事去做善事不做这个恶业去做善事，尽量的去做善事祈祷佛菩萨就积累资量这个是他的这个叫做人天秤就是为了这一生我过得好一点，然后呢下一世为了下一世我也过得好我下一世我能够再一次能有机会做人或者是做天人在我做人和做天人的时候，我不想做穷人我就是希望能够做有钱的人，有权的人，有地位的人，有名的人就是为了这一点去烧香拜佛念经供养上供下事行善断恶，为了什么呢？一切都是为了这些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人天福报，这个就叫做人天成佛允不允许我们这样子？佛允许但是佛不赞同这个佛不会赞扬，不会赞成但是呢允许我们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根基不一样有些人呢他觉得我在这个人世间当中这个人类社会当中我过得好一点我满足了满足了，我这一生也过得好，下一生生生世世我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那我一切都满足了，其他的我不追求解脱我不要成佛我不需要，我就需要这个有些人是这样子那这种人这种人可不可以这样子呢？暂时可以这样子佛也这个不反对佛不反对但是这个想法毕竟就是一个很世俗的一种想法很世俗的这个发心所以佛不赞叹这种发心，但是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可以这样做
如果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啊，这一生或者生生世世的幸福，就是人天的幸福，为了得到这个幸福啊，那这个行善端恶积累福报啊，能不能实现呢？啊，当然是可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实事，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因果是什么啊？因果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大家都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不是种瓜得豆啊，种豆得瓜，不是这个。为什么啊？这就是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自然的规律，这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自然的规律啊。另外我们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也是一样的自然的规律啊。但是这个规律啊，这个规律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可以否定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就是很多啊，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否定的。它是存在的啊，它是存在。那这个叫做这个啊，因为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所以啊，它能够做得到啊，能够这个实现它的这个愿望啊，它这个心愿啊，这叫做人天成啊，这是第一个啊。如果我们暂时啊不想啊得解脱啊，更不想成佛利益众生。啊，志向啊，就是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一生、下一世啊，那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只有选择啊，第一个，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啊，是我们的生存的目标也好，是我们学佛的目标也好，目标是什么？就是第一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啊，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就是第一个目标，这叫做人天成，这是第一个目标。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轮回当中啊，轮回当中有没有幸福呢？啊，我们去寻找这个幸福，轮回当中有没有幸福呢？有幸福啊。那有幸福，佛是啊，这个佛教不是说轮回痛苦吗？啊，轮回当中怎么可能有幸福呢？不是这样子啊。佛说轮回是痛苦啊，佛形容轮回的时候呢，他是用痛苦这两个字来这个形容这个轮回，他不会用幸福这两个字来啊形容这个轮回。这个为什么？在轮回当中啊，佛不会否定啊暂时的这个幸福，暂时的幸福，但是这个幸福呢，它是短暂的，它是相对的短暂的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感觉得到啊。我们所谓的我当初我觉得这个是幸福，我自认为这个是幸福的东西啊，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一样，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我自己否定这个不是幸福了，这个不幸福啊。就刚刚我们讲了啊，比如说做从乡下搬到这个公寓楼啊，那个时候我认为这个租金公寓楼，我认为我认定这个是幸福，但是后来我自己否定了这个不幸福啊，住别墅才是幸福啊，这个不幸福啊。然后就在城市里面啊，做一个别墅，这个就是幸福啊。后来城市里面人多啊，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啊，其各方面不方便以后呢，然后就想搬到一个郊区啊，比较这个郊区的比较安静的地方去啊住。那个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我认为啊，这个是幸福，就是城市里面的这种啊。原来认为是很幸福的，我自己否定了，这不幸福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所谓的幸福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幸福，而且这些都是很短暂的
所以佛就是不会说啊，不会用心夫这两个字来形容啊这个轮回，他是用痛苦这两个字，痛苦这两个字，但是不是啊，我们不能无解啊，佛不会否定啊这个轮回当中的短暂的这个啊幸福，又短暂的幸福。如果轮回当中充满痛苦，根本不存在幸福的话，啊，幸福的话，那这个是什么结果呢？啊，那我们只有承认，啊，性善也有性善啊，性善的结果也是痛苦啊。我们只有这样子承认，这是不对的啊。善的果报是什么呢？善的果报是幸福，恶的果报才是痛苦，啊。那人和天，我们的今天的人生和人生，是我们堕世累劫当中修来的福报啊，福报的这个结果啊，啊，并不是我们以前的杀盗淫妄的结果。我们过去的杀盗淫妄的结果，不是在这个人间，我们就是会堕地狱的，到地狱或者是到畜生道里面去受这个果报。所以啊，佛就是不会否定这个幸福的存在，但是这是很短暂的，短暂的。我们就是去追求一个这么短暂的相对的幸福啊，去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啊。什么这么大的代价呢？就是我们要懂得这个啊，这个人生呢、啊，这一次我们得到这个人生是来之不易的。来之不易的啊，啊，这样子的人生呢，我们这一次得到的这个人生呢，比如说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机会呢？啊，啊，过100年、1000年，甚至是10000年，啊，也许不会有这样子的啊，也许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人生，也许不会再不会得到这样子的人生，这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人生呢，是来之不易，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这么难得的人生啊，这么难得的人生啊，我们就志趣啊，追求一个这么短暂的啊，这么短暂的幸福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就不值于了，这个啊，付出的代价啊，太大了。那所以佛就是不赞啊，佛不赞叹这样子去做，这个是人天福报啊，这就是第一个。啊，允不允许这样子呢？可以，但是佛不赞叹。我们要知道，我们学佛，我们这一生当中啊，我们就遇到了大乘佛法，我们不要学这个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呢？第二个目标就是我个人的解脱啊，我个人的解脱啊，就是我个人的解脱，也就是小乘佛教啊，也就是小乘佛教所追求的啊这个解脱。解脱是什么呢？啊，什么叫做解脱呢？解脱是不是我们啊与跟这个社会脱节啊，是不是就摆脱这个人类社会啊？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昨天讲，既要超越轮回，又不能脱离轮回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这大乘佛法里面，那、有一天我们成佛了啊，有一天我们真正的得到了绝对的自由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是什么？还是要回来，还是要回到这个人世间当中来啊，度化众生。啊，我们大家知道观世音菩萨啊是干什么的啊？观世音菩萨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手啊？为什么每一个手掌里面又会有那么多的眼睛？这为什么啊？实际上啊，这就是啊，象征观世音菩萨啊，他自己解脱了，成佛了啊，但是呢，他就是回到这个人世间啊来救苦救难啊，救苦救难啊，就是象征这个啊，象征这个。所以观世音菩萨很多头、很多手、很多眼睛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
有一天我们成佛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还是回到这个啊，还是回到这个世界来利益众生啊，这也是我们的最后的这个目标，就是这个。所以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小乘佛教，它就是啊，不去追求啊，不追求这个，所以它就只想啊自己。只考虑自己的解脱，只考虑自己的解脱。那解脱刚刚说了，解脱那解脱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每个人的心的本心是什么？每个人的心的本心是光明的，啊，这个光明什么叫做光明呢？啊，这个光明不是我们的现在看到的这个光啊。在我们的这个光学上面的这个光谱上的这个可见光、不可见光当中啊，有没有我们所讲的这个光明呢？没有，啊，光谱上的这光都是物质，都是物质。我们讲的光明不是物质，啊，它是超越物质的，那到底什么叫做光明呢？光明，啊，它的意思就是说纯洁。非常清净的意思，啊，它并不是一个光啊，它就是非常清净。比如说，我们有光的地方就不会有黑暗，啊，光是很纯洁的，啊，为什么纯洁？它没有黑暗，啊，所以用光的明啊，用光来明明，实际上不是光，不是这个光啊。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本心啊，每一个人的心的本心是非常纯洁的。所有的不纯洁的东西，比如说嗔恨心啊、贪欲心啊、嫉妒、傲慢啊等等等等，都不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它不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它是在我们的心的本心当中突然产生的一种啊副产品，它不是心的本心，因为它不是心的本心，所以我们有办法断除这些啊烦恼。这些烦恼啊，比如说嗔恨心、傲慢的心啊、嫉妒心啊，这所有的让人不舒服的让人很难受啊、很痛苦的这些念头呢，可以从我们的心的本心上面呢，可以把它们啊断除啊，可以断除。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把所有的烦恼断除了以后呢，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我们的心的真正的啊本心，真正的本心。这个本心上面呢啊，没有自私啊，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啊，是永远都是光明，永远都是纯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已经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这叫做解脱，这就是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这就是解脱啊。所以解脱是什么？一点都不神秘啊。解脱是什么呢？啊，解脱是我们啊一个普通的人啊，通过长时间的心理的训练，把贪嗔痴我慢全部断除断除的一干二净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心里面啊，没有贪心，没有嗔恨心，没有自私心，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有爱心，有慈悲心，有智慧，啊，这时候呢，该有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都会留下来，啊，不该有的东西都可以啊去除、断除，这个就是解脱，这叫做解脱，啊，这个就是解脱。
护持台湾救狗协会，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划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8-660，012001